응? 밥범이 나 깐스면 혹담네! 혹담이라 갔다오마! 어? 밥범이나 깐스면 혹담네! 혹담이라 갔다오마! 북한에 가서 독시 包入你家的，走啦！我一听完嚣张啊！ 走！我一听完嚣张啊！你家开的是不是？有停车格不会停。 怎么了吗？我刚好嘛。对，拍到。应该是会。为什么要检举我呢？因为你违规了，你在那边绿灯，行人你是从，可是我黄山要过去，我又不敢，后来我才一到我的第一名那边，我是这样，他右边可以走。我停在带转区内，然后你如果我回去看影片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看得到，你是那个走在行人穿越道上，那个时候是行人的路权，行在那上面。 我想请问你，你用检举票，我太好吧，年轻人。请问你现在是想要对我做什么？如果说要跟我说理由，不是很好的事情。检举从民国从来没有开放过人家检举奖金，从来没有。检举都很妈妈，因为这个不是很好的事情。请你骂我没关系，我可以，我在正在这里。然后我现在还要跟店家继续商谈事情。你说你要骂我就直接骂，然后检举我回去会检举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我会改变的。这是不好的业，请到这个站点，不好，我只是劝你这样而已，最好不要这样子。小姐，我这边营业场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 要拍帅一点啊！嗯。